据说，在太平天国南京天王府的深处，有着一批数量惊人的财宝。但是，当太平天国覆灭，湘军闯入天津后，就算掘地三尺，也没能找出任何有关于宝藏的下落。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来看，确实有一个存放财宝的圣库，为什么就突然失踪了？这批宝藏的失踪，又为什么会引发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呢？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天国的宝藏。一八六四年七月，这是湘军围困天津的第三年，在这三年中，天津城内没有任何补给，太平军内部有明争暗斗。 昔日曾撼动清廷的太平天国，现在却变成了奄奄一息的困兽。就连号称天王的洪秀全，也早在一个月前就因病去世。此时正是覆灭太平军的最佳时机。到了七月十九日，首领曾国荃一声令下，早已杀红眼的湘军迅速突破了天津的防线。他们没有军饷，没有补助，所有的军费只能靠攻城所得。城内的太平军拼死抵抗。 因为，因为他们知道城破也就代表着身亡，但可惜败局已定，虚弱不堪的太平军搏上性命，也就守了不到一天的时间。七月十九日傍晚，湘军攻入天津，他们没做过多停留，而是直奔洪秀全的天王府，因为他们听说太平天国的金库就藏在天王府的深处。在太平天国初创时，曾建立了一项圣库制度，也可以称为公库制度。 意思就是，太平天国所统治的区域内，百姓不允许有任何私产，所有的财产，包括作战时缴获的珍宝，又或者是个人名下的田产，都必须上交圣库。之后，百姓所需的物品，再由圣库按照需求统一发放。尤其在定都天津后，洪秀全直接取消了家庭制度，军中所有的男女按性别编入营官、衙。 将圣库制度发挥到了极致。圣库制度刚刚建立时，就有一个名为张继庚的清朝官员秘密潜入了太平军内部。根据他的调查来看，这个时候圣库中的白银就多达一千八百万两。就这样，还不算上琳琅满目的珠宝。时至一八六四年，太平天国已经统治了十四年之久，先后占领了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河南。 山西等地区攻克了六百多座城市，难以想象这批宝藏已经堆积到了什么程度。在湘军闯入天王府，看到富丽堂皇的装饰后，又更加确定了这个猜想。但奇怪的就是，他们将整个天王府翻遍，也没能找到任何有关于圣库宝藏的线索。难道被太平军藏起来了吗？在赵烈文的《耐静居士日记》中写道：“破城之日。” 全军掠夺，且分段搜杀，老者无不负伤，或十余刀，数十刀，哀嚎之声达于四远。尽管他们掘地三尺，活满金陵，却还是没有看到宝藏的踪迹。于是，曾国荃又开始严刑拷打忠王李秀成，但李秀成却说国库无存银米，家内无存金银。无奈之下， 曾国藩只能向清廷做如下汇报：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，实出微臣之意外，以为从来罕闻之事。难道圣库宝藏就神秘失踪了？又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宝藏？显然，慈禧并不相信这个说法。能够与清廷对抗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，又怎么会连一两银子也没有？但碍于曾氏兄弟手握重兵，随时有可能威胁朝廷。 所以，慈禧还顾不上这批宝藏。他担心的是如何才能卸磨杀驴。在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，清廷开始动手裁撤湘军。先是调任曾国藩为直隶总督，同时又将浙江巡抚马新怡升任为两江总督，代替了曾国藩的位置。马新怡原本只是安徽的一个县令，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被提成了浙江巡抚，然后又升任两江，位列封疆大吏。 成为了副国级的官员，显然就是慈禧为了牵制曾国藩所设立的一枚棋子。就是在马新贻上任之前，曾经接到慈禧的两条密旨：一是切断曾国藩与其相系势力的联系；二就是调查圣库宝藏的下落。但就是这个任命，又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案件，也就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赐马案。公元一八七零年，湘军已经尽遭裁撤。 在调离两江和都师剿捻的事件后，曾国藩的威望也大受影响。而这个时候，马新贻的任命就是为了切断曾国藩与两江势力的联系。被裁撤后的将军因为失去了谋生之道，大多都变成了游走于各地的黑恶势力。而马新贻这个人平生最痛恨的就是散兵游勇，只要是被抓到，直接就地正法。利用马新贻来打击湘系势力。 无疑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处理方式，而且湘军在大力发展时，因为缺少饷银，大多军费都来自于烧杀抢掠，尤其再加上太平天国宝藏的失踪，只要能找到这批宝藏的下落，对曾国藩来说就是最为致命的把柄。马新贻刚刚得知自己即将担任两江总督时，就曾向两位兄长叮嘱过：“我此行其凶难料，万一有不测。” 你们万万不可负荆告状，忍气吞声方可自保。可见他知道一些内情，爷爷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。到了一八七零年八月二十二日，马新仪在总督府周边越军时，突然有一位叫做张文祥的刺客从一旁冲出，直接扑倒了马新仪，然后一顿乱捅。在刺杀马新仪后，张文祥并未想过逃走，只是不停的喊“养兵千日”。 用兵一时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二十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两江总督大概相当于副国级这么一个官员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无名刺客所杀，这不只是在清朝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算是少有的事件。得知马新怡的死讯后，慈禧立即下旨重新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，让他去江宁查办此案。 接旨后的曾国藩以病区无法承受为由，请求辞掉这条任命。没过几天，又来了一道圣旨，这次的口气更加强硬。但尽管如此，曾国藩还是迟迟未动，来回拖延了三个多月后才去到江宁上任。但慈禧为什么要让曾国藩查办？据此有两种猜测。首先，第一种就是慈禧怀疑曾国藩就是这个案件的幕后主使。 让他去查案之后，再以查案不利为由督办，比较可靠的是第二种。刺马案的本身并不复杂，而且凶手也被关在大牢，难得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大量的传闻。有人说张文祥之所以刺杀马新仪，是因为他两人曾经相识，但马新仪背信弃义，霸占了兄弟的妻子。还有人说马新仪是别人安排在朝廷的奸细，张文祥这是在为国除害。 不管怎么说，在民间的传闻中，马新仪成了反面人物，而张文祥则是正义之士。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，也很好理解。毕竟马新仪在地方得罪了太多的人，而刺杀马新仪的张文祥就理所当然变成了一个英雄人物。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，除了曾国藩，谁还能压得住这些人的躁动？按照这个思路再来看曾国藩的拖延，大概就能明白。 这是他与慈禧之间的博弈。当时慈禧还派了一个叫做郑敦锦的刑部主官去江宁协查。这个人向来以铁面无私著称，来到江宁后，一心想要查个水落石出。但一连审了几天，张文祥都不曾开口。于是曾国藩说：“看来只好照奎张元奏之法奏结此案。”也就是说，按照原理，罪名定案。 此案不再深究。之后，曾国藩以张文祥与马新贻有前仇，又受海盗龙启云收买为由结案，并张文祥凌迟处死，至此刺马案彻底结案。这场案件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或许是曾国藩，也或许是被侵犯利益的两江势力。说到底是谁不重要，这算是整个湘西与慈禧之间的博弈。结果就是，清廷彻底失去了干涉地方的权利。 不过，按照刺马案的逻辑来看，似乎慈禧一早就知道太平天国宝藏的下落，所以才会让马新仪去搜集证据。那这批宝藏到底去了哪里呢？关于圣库宝藏的下落，一共有三个猜测，分别是埋于南京、消耗殆尽和落入湘军。其中第一个埋于南京可以先被排除，这个没法被否定或肯定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二个，在圣库制度建立之后。 洪秀全先是动用上万军营，建立了富丽堂皇的天王府，而后又雕琢金龙，镶嵌玉石，大肆挥霍圣库的财宝。在洪秀全的带领下，其余的几位首领也开始大肆挥霍。尤其到了后期，洪秀全一下就封了上千个首领，这些人的奢靡，再加上常年的战争开销，很有可能就耗光了圣库的财宝。 而且到了一八六三年，也就是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，洪秀全案下令让李秀成助饷银十万，由此也可见圣库已空。另外，在当时有个叫做傅里茨·弗里茨的英国外交官，曾经想要扶持太平天国，与天国内的很多高层人物都有过密切的交往，其中还包括洪秀全的足弟洪仁干。此外，洪秀全和洪仁干还曾写教过一篇。 至英国翻译官傅里次书，可见几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。在太平天国失败后，傅里次写下了一本名为《天津游记》的书籍，其中详细记载了他眼中的太平天国。傅里次说，虽然天王府的占地面积很大，但是其中环境却混乱不堪，而且工程也只完成了一半，到处都是腐蚀和泥土的痕迹。在天王府内，有一处金色龙钟。 其上金漆也已经全部凋零，门口的卫兵衣衫褴褛，随意坐卧，丝毫不理会任何参观者。另外，洪仁干的干王府也是破败不堪，摆放的文物几乎都是残次品，所以他认为太平天国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富有。但是，就算在落败，还能连几百两白银也找不到了，显然不可能。围困三年，钱没地方用，李秀成的小银十万总会有吧？ 因此就出现了第三种猜测：圣库宝藏已经落入了湘军之手。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有可能的一种。慈禧应该早就猜到了这件事，所以才知道应该如何对付曾国藩。在一八六一年时，上海曾成立了一个名为《上海新报》的中文报纸，这也是上海的第一家商业报纸。天津城破后，《上海新报》曾发出了一篇报道，其中称曾国藩的夫人从南京回湖南老家时。 光运送财物就用了两百多艘船护送，另外根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的《耐静居士日记》来看，也有可能湘军确实没有发现圣库宝藏，而是在半路拦截到了宝藏。犹如中王李秀成曾带兵突围，跑到半路被人认出后，就是想着收买对方，说能导我至湖州，愿以三万金为酬劳。 当时李秀成身边的仆人满身都是金银财宝，记载为两臂金条托接满，借黄金珠玉宝贵之物，约值白银数十万两。因此，我个人认为太平天国的宝藏大概率被湘军瓜分了。大多数士兵在被裁撤之后，开始整日花天酒地、寻欢作乐，致使财富又重新流回了市场。但也有少部分人用这笔钱补路、修桥、兴办学堂，将后代送往国外深造。 于是，在多年后，这些人的后代就再次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，甚至为封建王朝画上了句号。